说好久没吃健达巧那个巧克力哦，那健达缤纷乐跟健达巧克力，就买了回去吃哦。我真的是老了，还是他的配方变了？我吃下去整个哦，好甜哦，整个嘴巴都是口水，都唾液。好，停，我们去换那个。怎么还有啦？现在没加速了，什么都很重要。刚刚铁一二。然后嘞，等一下哦，我想一下哦，这个，16，好，那再来就是下去继续烧，巧克力是兴奋剂，可以提神，吃太油的话就可能长痘痘，那是要看配方吧？那个我知道巧克力可以榨油啊，不是榨油啊，巧克力本身有油脂。所以有时候你那太冷，放冰箱它表面会积油，反正那个就是不好吃的巧克力了。不是啊，就是它是要放冷藏没错，可是要常温的那种冷藏，而不是冰箱那种冷藏。它那种有分泌出油脂的巧克力吃起来就不好吃了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可以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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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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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走个箱子。哎，没道理，一直没有出那个啊。树一直不长哎、欸，哦，我换位置吗？不换位置的话，哎，也不用换啊。啊！你怎么那么会掉？就是掉这个地方哦。我在干嘛？我为什么挖掉这个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乱。哇！我倒到对面去好了。因为我现在想漏斗要接哪里，如果接这里的话，因为接这里的话，我就不能站在这边挖了啊。想说就接对面吧。怎么还两个铁？霸气哟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啊，真的是被自己气死。我说怎么铁烧这么快？
等一下，久等待的。那再来就是这边，再加这边。哎、欸，咦，怎么跟我讲的不一样？哇！为什么？咦？然后下去下去，顶个头。没问题，再来是对面要用什么补啊？补半砖又被烧，不补又这样。记得是还是会烧掉了，好，反正先这样子。可可沙包等，对啊，再过几年就没有巧克力吃了、欸。这个是一个统计出来的，可可快绝种了。那时候看到，然后一听到就很难过。这样子要我们这些喜欢吃巧克力的人怎么办？要怎么活啊？你喷的话，这到底长大了没啦？看不出来，真的是看不出来。挖一挖，就准备继续挖矿。蜜蜂会绝种吗？蜜蜂我不知道、欸、我没听过、欸、我知道蜜蜂绝种的话，人类就完蛋了。没有蜜蜂授粉，就没有水果吃。然后也没有一大堆什么，就很多啦。嗯，没鹅卵石了。什么是红宝石巧克力啊？我没听过哎、欸，太小。而且今天也想说去见一下神好了，可是下雨就觉得很烦，下雨很烦，不喜欢下雨，能让我的那种出门动力瞬间归零就只有下雨了。可以乱使用上的设施，不是啊，弄得那么奇怪干嘛？你说那种刨冰上面撒上巧克力豆吗？彩豆。哦，是天然的哦，哦，
我的麦快下来。对呀、啊。我在想，我这个游戏可以撑几天呢、欸？因为没人一起玩的空岛，我应该撑不了多久吧？因为像我以前讲的、啊，玩泰阿瑞啊，买那个新大陆啊那些，都是因为有兔子陪我玩，然后我才有办法，就是就是我叫他做事情，然后去做别件事情这样子，因为他做的事情是我需要去做的事情，就比如说我可能今天需要鹅卵石。他就拼命去挖鹅卵石给我，然后就去盖一些建设施啊、铁巨人塔那些有的没的。啊，那像泰拉瑞亚嘞，就是说我请他帮我就是盖家，然后就出去收集一些物资回来给他，啊，或者是请他帮我把那个哪里地底一个区域挖空，然后我需要那个区域来那个。来盖一些机关设施啊，不过现在还好啦，因为我可以开台聊天，就都还 OK。因为很早以前在玩那个哈记的干爹伺服器的时候，那时候如果签约 FB 的话，我应该时速马上就到了。因为一玩下去就是几十个小时跑不掉，而且哈基那时候真的很用心在做他的空岛，真的很好玩。但我就是不会指令。啊！我去，一个低头，怎么回画面回来就是挖自己脚下，吓死我啦！吓死我也！哎，艾琳、无缺，你们醒了没呀、啊？想玩斗阵啊？哇！我没有说谎，我是真的想玩斗阵。我想把骇影练好。我觉得我有玩骇影的资质。我有玩那种啊？干嘛？为什么？欸，很恐怖欸。回过头来就是在挖自己脚下来，这是怎样？我梦游哦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在挖脚了。没有，因为我的橡皮筋会滑到那个滑鼠下面的红外线，所以刚一滑下去，我吓到。而且最近 YT 没有影片，主要是因为剪来剪去还是都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五的精华，平时自己开台没跟别人互动，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精华可以剪。哦，对耶！我那时候想起来了，那种空岛不能用木头盖东西，打雷我就得完蛋了。想起来了，因为通常来讲，雷打下来会有雨，所以其实很难烧到，除非它劈下来那瞬间没有雨，再加上或者是劈下来刚好头上的东西挡住，火才会蔓延。好，拜拜，不用手机看呐、啊，拜拜拜拜，上课，乖乖乖乖乖乖念书，乖乖上课，还是乖乖什么的，反正就是乖乖一点。因为我觉得我的风格，我的笑点就是喜欢去吐槽人家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我
我的临场反应都是别人接什么可以马上接下一句，啊，我自己没办法吐槽自己啊，除非你们聊天室打到不知道什么鬼东西被我看到，然后就吐槽回去啊。我也用手机看一下下课了，呵呵，11:38下课，怎么奇怪啊？哪里的学校啊？我怎么记得我国高中生都是12:00才下课？不都是整点上课，然后下课10分钟啊？50分下课，然后下课10分钟，整点上课吗？你这就是不优。哎、欸，我好怕，我回头看一下好了。等我一下。哎、欸、啊一二嘿，然后烧起来有没有？就是雷，如果是斜的 PP 到这边来的话，那这就真的完蛋了。这就完蛋了，然后继续挖多少啦？哦，还有之前我真的玩那些空岛啊，或是生存，你们那个懂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盖家吧？只要有人盖家，我都会嫌他说盖什么家啦？为什么嘞？来，每次都要讲一样的事情。你盖家之后，你出门要开门关门很不方便。二，你进去之后，那个家通常都是当仓库用，你也只进去放东西、摆东西而已。所以玩生存为什么要盖家这个东西？除非就是那种大，真的很大型、很大型，很多人一起玩，那种盖家是给人家看的。不然其实真的只要放一大一个。放一大堆箱子的地方就好了，那些只是放箱子的地方，怕箱子被雷劈到。然后我也不会去阻止人家不盖家，因为毕竟那是别人的兴趣啊，别人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吧？只是说，不要逼我盖家。今晚 ATM 多少人是逼我盖？问到我快发疯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那种洞窟、山洞那种，如果觉得很适合居住在里面，我就会直接窝在那个洞窟里面，懂吗？这门好没意义哦，可恶！我还想说。后面会有那个会被僵尸从后面来，所以盖了这个。现在觉得还好，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最后一句。盖家，我以前是会啦，可是，自从新大陆之后，我就不喜欢盖家了，因为。也是受国外玩家的那个啦影响，因为那时候刚好看那个生存啊，因为我很早期我有讲过啊，我很早期就在看那个国外的生存，那时候的安德塔、铁巨人塔那些都是看来的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个改那个更改啦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就改了一些。像那个我之前的西瓜南瓜，那个就是看了别人的，然后觉得这个地方可以改得更好，然后就改了那样子。啊，改哪知道现在有什么侦测器啊，气死人！观察者呀、啊。对啊，然后那时候很多国外的人。都是找那种峡谷街洞窟的地方，在里面生存，就直接一个很天然的那个很长很长的走道，然后就在里面生存。哦，那看起来真的是很舒服。所以那时候新大陆唯一一个家，那是因为狼儿硬要盖。他那时候我有直播啦，可是那时候忘记哪里。有没有上床到？那时候说，
啊，就盖家没有什么意义。你看，放个东西要上下楼，然后找不到东西在哪里，然后又 KK 的，然后开关门，这样子。所以我 ATM 那个也只是放放箱子，然后盖个熔炉，那个工作的地方就这样而已，也没有所谓的家。其实很佩服繁星，总是会找其他管道或是小漏洞去玩的。哦，你是说人家盖好的地图我总有办法找到一些其他玩法是吗？很多啊，我就是要怎么讲，想象力吧，就是创意想象力啊，看你会不会拿来，就是你学到什么，看可不可以拿来用而已啊。有啊，记录档有传，可是有没有传到那一段我不确定。我想一下哦、喔，我其实那时候还有想到很多啊，像很早之前的王国之战也是啊，比如说什么用压力板找隐形兵啊，或是用什么，然后发现压力板放下去只是咔咔咔咔咔的声音而已，后来就是知道，哦靠，白痴哦、喔，明明就有粒子效果可以看，就放弃了。那那时候本来还要放什么荧光灯。然后放压力板踩上去，就会看到有人在那边走。可是那太累格了，那等于是一个红石，所以那个之后就是被禁止使用。那、啊、再来还有那个什么，其实有很多啊，那时候都想了一大堆东西，可是最后能做到的真的是有做出来啊，不过觉得很好笑。给浅浅瓜子有啊有啊，没有啦，他们在冲杀回，一个在叫，另外一个就跟着叫啊。很多啊，你想要发明东西，你就是要学会去利用它，想把它就是也是不是发明啊，又怎么讲？因为一个工具不一定只有一种做法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那种烫头发的那种叫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烫头发那个叫什么、啊？就是一个像夹子的。然后就是可以把头发夹直然后夹卷那种东西，对啊，它不只可以拿来夹头发，它也可以拿来烤面包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把那个烤在那个培根上面或是吐司上面，然后那时候真的有人是用那个把那个培根给夹熟了，然后吃起来哦，那个色泽哦超好吃的。他好像是拿他老婆的那个烫头发那个东西拿来烫培根。然后之后是有买新的陪他老婆啦，感觉他是本来就是要买给他老婆，他故意拿他旧的东西来玩。你家老板是谁啊？我还不知道你是谁的那个欸，杰克吗？还是巧克力？哦，离子夹，对对对，离子夹，对啊，反正就是你哪天一个人到孤岛上生存，你就会开始物尽其，想尽办法利用各种东西啊，像排球也可以当成人在对话啊之类的啊。你们杰克家的哦 ，Hello。我那时候原本以为，因为我家不是很高温吗？
常常都在40度。后来我就想说，那我在家里看看可不可以煎蛋还是怎样好了。后来发现蛋的那个沸点还是熟那个，如果用开水煮那个水的话，沸点是100度嘛，所以不可能用那种煮泡面的方法把蛋弄熟。后来真的异想天开，在我家就是我家墙壁铁皮嘛，后来就是打一颗就是蛋，没有打一颗蛋在上面，就是蛋打出来之后剩下那个蛋清还是蛋白，我就是抹在那个铁皮屋上面，结果抹上去，欸，还真的不会熟欸，你熟不了，怎么可能熟？我手摸上去都不会熟了，何况是蛋。落心。欸，要12点了，有没有要吃午餐还是什么的啊？去吃一吃啊。反正我这边也只是在挖鹅卵石，目前没有要做其他事情。要做其他事情也应该是先把那个吧，先把我突然想要整理包包。这一定还没熟哦，新的材质包好难懂哦。吃完早餐没多久，我白痴哦，等一下，我是要换煤炭，换啊 ！What happened？ 南瓜种子 ？What？ 我有那么胖吗？哦，没事，没事，叫一下，醒一下。对哦，是要卵石哦。哼，要不是你在我身旁，掉哦。啊，对啊，刚无缺他们有赛吗？想打斗阵哎，玉米群哦，是玉米那边的哦，玉米我比较不熟，抱歉。只知道有一次月曲西想杀他，被他反杀，因为忘记那时候的普通苹果有抗火药水、抗火效果，还杀杀想倒眼这样烧他，唉。这么蠢！嘟嘟嘟嘟！好了，接下来应该我们挖到稿子报吧，再做下一件事情，先把那个通通变成那个石砖，我们再来开始改建我们的空岛。哇！等一下，我的橡皮筋弹出去了。
哇！哦，好烦哦！哎、欸，你可以不要那么敏感吗，先生、小姐？我只是想挖个鹅卵石啊，不要乱动啊！哇、哦，好烦啊！哎、欸，你们看到吗？这是谁？我是哪里？好，不要动啊，没事了。你都用纸胶带粘，不行啦，这个。这个它很弹呢、欸，不是弹到我的手啦，是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画面原地转圈，不知道几圈。哦，我现在嘴巴好甜哦，你看嘴角刚刚稍微甜了一下，好甜哦。可以让我嘴巴甜甜的，对呀、啊，怎样？我看一下哦，瑞士三角雪山巧克力，含蜂蜜及奶油杏仁，成分砂糖、牛奶、可可脂、巧克力、刮胡、砂糖、全脂奶粉、可可脂、大豆卵磷脂、香荚兰醛吗？蜂蜜、奶油、杏仁、转化糖浆、大豆卵磷脂、鸡蛋蛋白。嗯，净重100克。有效日期请见包装上，有效日期是6月，12个月，台北市内湖区周子街，消费者专线。嘿，没了，好短。豆正现在要特价半价，我好像看到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醒了哦。哦，难怪会有小号。上次那个夸张麦卡林，那我要玩个小号，我要去虐人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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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老虎钳，我是说老虎钳吗？我说什么吗？没有吧？台湾益之股份有限公司，产地国，括号瑞士。你刚刚打字哦，没看到哎、欸，抱歉。因为刚刚全打字全都是一些没看到过的观众，不是，刚刚打字全都是一些没看过我的观众。我讲话要这样子讲话。想不到有什么重量刚好有不会动的滑鼠的东西。哦哦哦，对啊，想打斗争。
我想如果阿米狗玩这个应该很好笑，六七个人全部挤在一个小小的空岛上面，只为了等一个小麦成熟，那种画面。万一那个种子不小心被一个白痴丢到虚空之后，那个就完蛋了。改到键盘上面啊？不行啊！我就说我这个键盘是那种，要怎么讲？你可以想象一朵蘑那个嘛麦块的蘑菇，巨大蘑菇，它是这样子挺起来的，它旁边没有什么凹槽，所以它是你没有什么重物可以压到它，除非真的很重了、啊。我以前都是用那个十块钱去压着。我们一定会互殴啊！我们当然会互殴咯。哦，等一下啊！哎咻，回头看一下有没有掉东西。啊，五分钟过了，傻眼。哦，这空岛很特别，这空岛是有 NPC 的。我挑很久哎，这张地图本来想那时候你们还没醒的时候想说怎么办，地图要怎么开啊？我不会开地图哎，然后就去 Google 了一大堆东西，然后。只是说把这个资料夹解压缩丢进去就好咯，我说哦，好吧，就这么简单。稿子快挖爆了，我们快可以先休息一阵子了。